这个特别好吃。就是我很少吃零食，从来没有。嗯，这个好好吃啊，好吃吧？嗯嗯。拿着吃了。这牛肉干吗？女生真的就是靠零食交朋友。哎，我现在吃的可健康了，我都不敢吃。哎，出来就放上去吧。我就带了一个这个养生壶，别的都没带。太好了，你知道我现在就是要养生。对呀，更多一些。我就是想着晚上如果你们不吃饭，这个就够了。非常好吃，因为这里面花生，我需要养生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养生。这是那个五谷汤，这是那个五谷养颜。人家怎么有爱你，就你没有爱你？哎，感情淡到白开水。爱早睡。也爱吃辣，更爱忘事儿，更爱我。但没有说爱你。打住！我这全篇是被爱包围的，你那整篇都是一些啥呀？哎，你老公喝大了，显得吗？小叔哥这落款都没有。万一不是他写的，啊，真的好难过，尴尬的很。啊，真的好难过，亲爱的。